What's up？ 我是欧姐杰成，我是亚伯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母校永春高中。那今天是26届校庆，那身为第20届的毕业校友的我们，是不是该为学校做点贡献？就是要帮助学弟妹的经济发展，所以一个订阅就10块，就看我们能帮助他们多少，增进我们的母校，然后有更好的发展，看我们趁机捞多少粉丝。
minute. Who are you? 这是谁啊？这是乱进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不是我们的关系，是这个啦，这个。这个。超可爱，他直接进攻球，抓到，杰哥还是什么？抓到哦。我们不是他，哎，刚定错了。YouTuber， 好，然后呢，你们帮我们订阅，帮我找十个人，我就给你100块，20个人变200块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谁发财快点来，对，你们找1000个，我就给你们，多少？10000块，好不好？二类同学都特别的热情，对不对？还不错，二类还蛮热情。我这边最后都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每你你要哪个？你要哪个？你要哪个账号？你扎太多了吧，学妹。35个就对了，好，我还有更多账号，没关系啦。那你们有续订阅吗？不用找钱，不用找钱，送你们，送。刚你们40个人订阅，所以就是400块给你们。好，恭喜！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，手机拿出来，看我们今天为母校贡献了多少钱。我们今天丢了1000块。8025，然后现在是8111，还是谢谢今天所有就是跟我们一起玩的学弟妹，有些很热情。对对对，希望你们在之后读书生涯可以就是很棒，然后朝着自己未来的路走，不要丢永春的脸，因为我们永春人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很屌，这里的爱最多，超级多。永春人在下面留言好不好？留言玉米爱心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订阅我们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也要记得订阅我们。为什么？那就没办法嘴了。对啊，没地方嘴。我们给你嘴，我们给你嘴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BOGY。Yeah。Peace out。好，应该可以吧？我们应该。